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01面，第四行看起啊，如镜莲花，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莲性泥中表不舍众生。花开出水的花开，一如啊菩萨离垢清净，故我离念污垢。这是解释如镜莲花，莲花的大乘表法用真多啊，代表这个出污泥而不染。莲是在水底的土里面，这个土呢代表六道啊，代表六道，六道，六道是念污啊，伊个根啊，是生伫个水中啊，花是开伫水顶面。因生在水中，代表清净；花开在水顶面，代表念净，两边拢未念。以泥泥土代表六道，水呢代表四性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的四性。这就是代表十法界，伊个花开伫个十法界顶面，念经两边拢未念，伊是表这意思。这个所在讲起嘛非常的好，伊这个。莲生在泥中，代表不舍众生；六道苦难众生，出水花开，代表菩萨离垢清净啊！也哪讲离开泥土，离开水，伊开在水的顶面。所以讲是离念污垢啊，这个所在咱拢应当啊学习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爱学念经，拢会放下，会放下六道，就那像莲花伊啊，未开伫个。泥土的当中，伊也未开伫个水的内面。水代表清净，念经拢爱写。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有善的这个人呢，就那像是伫泥中善良的人。修学佛道的人，就咱像是伫水中，身心清净。咱都要用什么心态来应对呢？
像莲花同款，不结不离。呀，莲花那是离开，就花就无了。呀，但是呢，也未加泥，未加水，放伫个心内。先往两边啊，拢放下，真正修行人。所以不下离境界，为什么呢？境界伫咧磨练一个人，是毋是成就，拢是看你会当接受磨练未？这是磨练，无一个未成功诶。像释迦牟尼佛做临了仙人，甲咱做一个上界好示范。啊，高粱出去爬啦，忝咯，休困一下，就困去咯。就有人发现附近有一个山洞，有一个人在修行，大家好奇去甲看卖。现在您看到有这么多人来，这有缘人甲因讲佛法。高丽王精神都找无人，看到伊个宫女，甲一个修行人，为着有讲啊有笑，心内就非常受气。你啊，一个修行人，为什么引诱我个宫女呢？都要甲杀啊！问伊修什么？伊修念了婆罗蜜啦。哦，啊修念，啊看你是不是念？两刀凌敌处死，不是说一刀给抬死，用刀啊，一刀一刀慢慢给刮，啊，给我刮下来，就给安尼处死。问伊讲，你是不是当忍呢？会忍吗？你是不是万分心？无啊。啊，特别是以前甲古里昂讲。我幸福了后，我还第一来道理。为什么呢？你成就我的念力波罗蜜啊，圆满功德啊。顺境呢，自己贪恋就毁了；逆境呢，有一点啊万分嘛是毁掉。所以佛甲咱啊讲经教学，真正功夫伫什么时阵用，都伫生活当中。也生活当中最重要就是人事环境。所以经常定咧讲，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；善人生欢喜心，恶人嘛生欢喜心。这叫做功夫成就。菩萨给咱喜欢，这个人欢喜，看到咱就欢喜，咱加甲伊相处，加甲伊啊恭敬教学。然后这个人看到咱就讨厌，咱就回避啊，卖回避我，我回避。可以啊，慢慢的感悟回头，以德去感化人啊。伊啊，德行成就咱的无量的功德啊。这个功德帮助咱了生死、出三界、证菩提。那是讲咱看到欢喜的咧，合情意的咧，欢喜的无合情意的讨厌，就完全都是凡夫啊！天天学经教拢无路用，为什么？甲咱的心行啊是无感应啊！
咱个啊，阁是生活伫个烦恼时期当中，也哪会有成就？真正成就的人，一定是甲王文官顶面的四德相应。这个四德是中观节、中纲领啊，伊包含着全部的戒律啊。第一个加咱随缘妙用啊，随缘就是行身众生随喜功德啊。妙用的是啊，不着相啊，就是咧经常讲的，头前讲的，无住不着啊，无住是什么呢？未藏咧心内，心清清气气啊，一点不染，未执着啦，未分别。你的心在这所在培养出来清凉自在啊，这叫做功夫啊，这叫做真修行啊，会肯修行，未肯修行的呢，外面风吹草动，家己就忍受不了，人给你赞叹啦，就有一种欢喜啊，把人诽谤你，你会生偌济工的闷气，你怎会用？拢互境界转咯，阮哋经常啊，常常教菩萨，若令转境即当如来，安那转境界，未互境界转，你就转境界咯。哇，一句话讲，唔是伊转你，就是你转伊啊。伊未当给你转啊，伊就互你转咯。就爱看个人的定功咯，看个人的耐力咯，念力波罗蜜啦。所以就爱定定想着莲花啊，看着莲花，就亲像莲花同款的高贵啊，不住不着。你念无过啊，啊不足不丢，才会当你念无啊。下面一句讲，如你苦思，你苦是梵语，是树的名，在中国无这款树，翻译做啊。啊，无接秋，这个秋啊，无接秋，又翻作啊，种公秋，这个种公，可见这秋真大，秋五真大，为林阴雨十五月，此秋难得啦，无接，这秋是真难得啦，秋啊真得，而且。啊，无一节一节的，缓慢可爱啊！气地三顿瓜，红柚枝叶，叶枝叶真悬呐，遐真悬真大啊！啊，枝子米色如柳花子，真是柳树、柳树同款。东国无处事，环境的时阵，虽然时阵还加真多，东国无这款树。又最后不应经约，尼姑瑞秋管二十里，基波宏远啊，福六十里，其秋上主数千啊，万福，一号是中国的八道。这是啊，经的顶面啊，有安尼咧写的啊，可能不是真实的啊，有一点啊夸张啊，
啊，头前讲的啊，较实在，记得三顿我，伊才有绩效。英雄所讲的啊，这个秋官二十里，那就是真管路啊。一里呢，印度伫我咧看，中国的里真细，但是真细啊，二十里也不得了啊。啊，咱现在一般用公里、华里是一公里啊，等于两华里。那二十里的时阵，算中国的二十里嘛有啊，十公里啊，十公里现在偌悬呢？现在国际航空飞机大概咧飞，是不是飞到十公里呢？差不多啊，十公里是万公尺，遐悬啦！有听讲过地球上有遮尼悬的树啊？树叶的分布咧，吼六十里啊，六十里呀，拍一个折扣嘛是有三十外里啊。你嘛开车开半点钟，也未惊过这树荫咧。这个经常在讲的那像啊，不是咱地球上的啊，地球上啊无遮悬的树啊，地球的世界可能会有。有阿维瓦蒂亚经瓦灵印摩巴车啊，这都确实是真大。如果咱伫咧讲这个。尼古树那呢，是一个啊真大的森林，森林内面拢嘛是这款树，那就讲会通。啊，如果这个这片的这个山顶呢，有几丛树啊，几万丛树啊，这个车要通过这个森林，啊，这就是讲会通啊。啊，唔管讲即个安怎个样，咱伫即个处地就比如，福音大故啊，诸如菩萨有诸众生工作比音，比音就是不比的意思啊，中间人讲不比啊，啊菩萨。有慈悲心，有智慧，念念不暇众生，用尼姑丘这么大的这个树荫啊，来比如菩萨的这个慈悲，如金刚杵。金刚杵，梵语是啊，这罗原来为印度的兵器啊。一种用来做法器，要建立的智慧，啊，咱伫个。佛菩萨坐像的内面看到手拿着兵器的菩萨是真多啊，四大天王南方正中天王手里就拿剑，剑啊在古早时阵是兵器啊，金刚杵呢，是古印度的兵器啊。
密宗啊，用伊来做表法啦、啊。你看密宗的修法的时阵，一定有金刚杵，伊啊代表什么呢？表见来的智慧。那是中国用宝剑，宝剑嘛是比如智慧。中国人讲快刀斩乱麻，乱麻是烦恼啊。智慧的剑会断烦恼啊。一个印度金刚杵就是啊，表智慧啊，甲中国用这个宝剑的意思是同款的啊。大理经说理观，你讲法界如是如来金刚地印，印是印证的意思，印刻的意思，证明如来的真实智慧啊，金刚法界智慧。有文，比如你说手借金刚，这个金刚就是金刚杵啊，破修罗君。第十天跟阿修罗作战的时阵，第十天的手就拿着这个兵器啊，提着金刚杵，金杵铸即金刚，亦复如是。就讲到现在咯，在佛门法会当中。金刚神就你也着金刚杵的，一般拢甲称作金刚神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是正地，神起正地犹如金刚啊！莲王经内面，莲王何故？或者波罗蜜经，国家伊拄着困难，或者是灾害、火患、水灾，即意外灾害。另外一种就是战争，用什么方法？来呀、啊，冰雪在天灾啊，任何来冰雪，要用金刚法界啊，要用智慧啊，这些智慧，这是最大的力量。这道理咱爱了解啊！啊，咱现在明了咯，世出世间的灾害，按照起来的，你那研究的原因。佛甲咱讲，贪嗔痴慢疑，这个多噶，自性内底无啊，
真心内面也无啊。这物件对倒位来，失了自性。对梦想内面会现出来，当时变现出来的，大圣经上常讲的，对一念不觉，已有无明啊。无明就是阿赖耶，无明是迷啊，迷了后呢，对真心内面起一个妄心，妄心内面都有这个啊毒素啊，这个毒素是对迷来啊，也体是性德。性德迷咯，就变作病毒的细胞，变作病毒的精子啊。但是精子那是拄袂着盐，伊袂发作啊。咱若讲这病菌的占伏期啊，占伏伫遐，伊袂起作用。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无妨碍，所有一切众生拢嘛有，那咱有，殊胜法界嘛有啊，啊，殊胜法界阿罗汉、辟支佛菩萨，也佫有佛啊，都嘛有，为甚物？伊无专识成智啊，无专八识成四智，拢总拢嘛有。伊个身心拢带着即病毒，毋过四性法界人修较好啊。伊若会甲即个缘。回去，这是佛在经教内面跟咱讲因缘果报啊。因，若要结果，要受报，一定要有靠缘，无缘伊就未起作用。所以佛法讲缘生，未讲因生。因未当控制。咱无办法对付，缘就会用呢，缘那会当控制。咱呐知影讲，遐恶缘会甲咱带来病苦灾难，咱该断咯。我因地也无关系，伊未起作用，永远互伊占福，到明心见性，伊就化解了，就无咯。无明心见性，伊拢伫个。这个事实真相，咱也未当唔知呀。占好时间的长，无时间限制。只要你买，伊就有；只要你夹，那伊就无咯。可见伊唔是真的，伊是假。佛在《大乘经》内面甲咱讲，贪，贪的对应是罪灾。科学家甲咱讲，海水上升，南北极的冰山会融化，啊，地球上这冠山积雪嘛融化。伊为什么融化呢？地球的温度啊上升啊，温度上升是氢灰啊，氢灰是火啊。
你看现在咱脾气偌大，对水到老，真容易发脾气。那我发脾气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发脾气就会当把这个地球的这个温度啊上升，会乎地球上啊，才会啊火山爆发，有这么大的关系，这无人知影。会当乎这个冰山融去。哦，海水上升，你看贪心啊，夫妻是洪灾啊，我们那是地震，我们应对的是地震，怀疑搁较厉害啊，贪心起万疑啊，怀疑是什么呢？无自信心，唔相信家己，你们何人也都唔相信。对父母无信心，对祖先无信心，对圣贤无信心，对佛菩萨也无信心，这个病就无救了。对应家己身体来讲，五脏六腑免疫能力就无去了，外面的细菌真容易感染。就是无抵抗力咯。你徛的环境，咱这三分大地，土地生起咯啊，信心回应过，疑心伊就会松散，怀疑啊松散咯。这些松散，陆地就会沉到海底，关山会倒落来。你就知影咯，咱内面的边啊，甲外面的环境啊，失常啊，真正原因就是贪嗔痴慢疑。所以啊，这五个是啊，一切的这个病因啊，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的病因啊。言呢，万分恼怒烦，是一切病的言呐。病因咱未当控制，言是当控制。安怎控制呢？佛上讲发菩提心，菩提心是觉悟的心吗？菩提心内面有慈悲啊。人慈悲心若生出来，万分恼怒烦就会当降温，相对降温，然后甲伊断去。这个物件若断去，地球上就天下太平了。啊，三好大地非常美好，五谷丰登。人民安乐，贪嗔痴慢疑不容易断啊！万分恼怒烦是当控制啦。我为什么要烦呢？为什么要烦？为什么要去闹人？为什么要发脾气啊？会当控制，修行修什么？就修这五力啊！人哪会当把这五力甲控制着？贪嗔痴慢疑也对当控制。贪嗔痴慢疑是我靠这个发作的啊！心浮气躁的人。
放不掉这些烦恼习气啊，把贪嗔对这个爆发起来。这个爆发呢，下面都有果报了，果报对自己来讲呢，重复失调。这对自己啊，这什么？人破病咯，对徛的环境呢，天地变异啦，水灾、旱灾、火山爆发、海啸、地震、洪灾，大地沉甲海底落去，关山崩落来咯。这是天地变异，这是什么？什么变故啊？变故现前咯，那刷落来就是啊，不应出现，疾苦，这是命，这是个人的灾难呐、啊。自然灾祸，咱咧讲嘅天灾人祸，就是一切变报啊，也不应啊。对个人公告，咱徛这环境，这是大乘教顶面讲嘅。用什么方法来化解呢？不法啦，是用这个慈悲心，用菩提心，用十善业道。你中国老祖宗也教咱的呢，仁义礼智信啊。你看看仁义礼智信是不是菩提心？是啊。是不是十善业？是啊。甲十善业、甲菩提心拢相应，一切变个妖啊！人人拢知影这个道理，人人拢会当依教奉行，身心健康啊！但徛这个所在，灾难也未生啊！今仔日。因缘果报啊，拢嘛现前咯。伫这地球上，咱看到啊，真正做这个专家学者，现在对这个问题束手无策啊，唔知道要安怎较好。嘛，拄着未少啊！来问我，我嘛无这智慧，也无这能力，可是古圣先贤老祖宗教咱的有方法啦，拄着这困难咯。个人的变动，社会动乱，地球的灾变，个人用什么方法呢？进行忏悔啊！端正心念，改邪归正，用这方法啦、啊，有效无？咱啊看。古籍记载内底有效果，所以用真诚、恭敬、忏悔改变天心吗？这个天心是大自然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啊！现在可啊，家拢证明咯。原理啊是什么呢？原理就是心、物、一体，
咱内心甲变化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是一体啊。咱的念头先，因大行拢先，无强未先。为什么境随心转啊？三好大地是境啊，咱的身体也是境，拢总转咯。为什么好好修呢？为什么了解灾难呢？咱万分一个人，你有想到无？也以万分来给你报复，这就叫做冤冤相报啊！生生世世啊，无完无了啊！你讲这有偌可怜偌苦啊？无讲我啊，那么真正讲我，我就希望讲伫我这一生当中，把所有冤冤拢一笔勾销咯。啊！别人教好我，我接受啊！我用真心忏悔啊，感恩，那个在代志化解。啊！别人教好我，我接受啊！啊！因我行身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！啊，不好，如家所讲的啊，万分恼怒烦，一笔勾销。在境界内面，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真功夫啊！啊，无这境界，你哪会知影讲你心清净？哪会知影讲你啊修行功夫提升咯？你看未出来啊？家己以为讲真了不起，应该是现前，烦恼习气拢嘛出来，这就说明讲你一点仔功夫都无啊。我伫个公司内面做过真侪摆报告，要哪收咧？当念经都无路用啊！大家讲经嘛无路用，甲听到所讲的啊，拢总会当啊，伫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去转境界有路用咯，也叫做进修啊。哎，这是啊，进佛弟子啊。国家大的灾难来到面前拢化解，无去咯。啊，更加大的万分到家己的面前，智慧一个现前，一个转变，变作什么？变作感恩，变作反省。连中国圣人拢教咱，啊，无叫咱去找别人啊。啊，别人这个唔对，那唔对，别人拢对。你内心的圣人这条，别人拢对，我唔对。伊才有救啊！我拢对，伊拢唔对，完了，生生世世连去对立，连去变冤冤相报啊，无完无了。我伫这一生有活六十年了，得到一点仔受用，就是怎样反省家己，从来无攻击别人唔对。恁对我遮侪年，恁拢看会出来，受了什么款委屈，什么款打击，要不意思，我反省，我唔对，因拢对。这是解决问题高度智慧的方法啦，这是真的，唔是假的。对因果顶面来讲，能够还应当反省。伊诽谤我、侮辱我，伊为什么去诽谤别人？为什么去侮辱别人？伊干那对我？
我哋经常常讲啊，人民古朴不可思议啊！无听我积极成长，我是安尼先对待伊啊。今仔日拄着咯，伊赶快一报还一报啊！伊要对我，我清楚，我袂当再用报复来对伊啊。用这个态度啊来对我，我可去甲报复。来世又报复我，咱伫这六道内面生生世世都无完无了咯。哎，怎样相逢拢痛苦啊？何必呢？不如承受、接受、感恩，那无万分欢喜、感恩或接受，我过去啊对不起你的所在。现在不掉，这小料咯，这海咯，你看偌快乐个呀，偌舒服个。别人欠我的钱，无爱咯，哇，自在啊！为什么还这啊？大家记起我迄个旧个无海啊，今仔伊用这方法来提顿去，好代志啊，还清咯。我爹啊所讲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，这话一点也无假啊。真正这一生会当做到有人无争啊，无世无求啊。生活都爱有世尊，有圣贤啊，简单。生活较艰苦一点好啊，好在倒位。对这个世间未搁再流乱，你自己个太舒服，无想离开六道。你自那个真清苦，念念拢会想着极乐世界。为什么对这世界无流乱呢？有好代志啊！那钱多地位高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心中你对这个世间的流乱啊，心中你的精进，哇！就可以讲延续你六道轮回的时间啊，这算不好啊！真正创清楚、创明白，我不爱做这款的啦。念念都是啊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今日都是佛经典无容易啊。无量寿经，在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，一生讲真侪经。啊，咱来问讲，一生当中啊，讲遐尼侪经。都是佛经上重要，甲所以讲都是无量寿经啊。你看真正多经典，会当度众生拢无多啊，这个较积极啊，只有啊净土。以世尊。即嘛两千年法文当中，拢总起作用。而家即嘛两千年有缘众生度尽咯，有缘的众生度尽咯，都是进门娘娘。这还怎样？假如这让度净化，净化一千年过去咯。该如不如用咯？禅定呢？这都啊，上法上法嘛是一千年，上法过去咯。现在修禅得未到定啊，免我开悟，定都得未到。所以这念佛很猛，净化有路用，上法有路用，不化也有路用。这敢是第一经呢？
所以世尊的在世都是算算啦。对五种观也本来对古代的大家看法拢嘛一致的，至少佛讲过三拜。也唔过无量寿经啊，也佫有七种的译本啊，失传咯。哪讲啊？迄七种的经本拢是对的，可能会看到一寡的无同咯。那都唔止三拜咯，可能是啊四拜啊、五拜啊、六拜啊。一生当中啊，讲遮尔多遍，容易好哉呢？咱也会当体会到世尊当年啊现身说法的这个苦心。你会体会到一分，你有一分的感恩心起来，体现了两分，有两分感恩的心出来。为什么你对伊真正了解？你对一点啊体会都无，诶，感恩心生袂起来啊！你有十分的体会，你就有十分的感恩的心。你会对佛尊重，会对佛孝顺。出现伫世间，就是为着咱这苦难众生，咱来地下承担。地下安怎承担？佛就是为咱出现的啊。四十九年讲经说法，就是来度我。你看，分别度到现在三千年了，三千年后哇，这得度啊！为什么佛在世我无得度？唔相信啊！对佛啊，无尊重心。这三千年来，生生世世，像迄一点啊善根，伫今仔日一点啊善根福德去现行咯，好啊，甲掠好条啊！心情恭敬，求解，然后依教奉行。我定在这一生当中来去极乐世界，唔免等来生。我这一生就是要去啊，去定咯。为什么这一生甲净宗创清楚？安尼就好咯。一切阿弥陀佛啦，一切极乐世界。啊，咱对这个修学的这个法门，往生极乐世界真正是有把握咯。你这会得到啊，欢喜充满。你这会啊，有亲像菩萨迄款的智慧，迄款的德行，来应对现前所有众生，无一个袂爱啊，这个是大慈大悲啊。欢喜的人，你爱伊；讨厌的人，嘛爱伊。甲你做对的人，也阁是爱；陷害你的人，也是爱。平等啊，无分别，就叫做行菩萨道啊。这叫真正修行。啊，对，即个完成这组现前呢。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伊会感动啊！
伊若是了解时阵，伊这一生当中无拄着第二个亲像你这款的人啊，哇，这样的婚礼、爱你，你也是大刚感恩，大刚甲我回向，甲我祈福啊。无一天未记你啊！我相信你的良心发现，在这生当中，你还是拄到第二个这款人未？无拄到了。生生世世，一个人有几摆这款机会呢？啊，拄到这款的人，用真心来对待你。你用希望对待人，人真心对你啊，永远未变。有什么人呢？那些真正有福的人，那不是真正有福的人，他做不到啊。你对这所在的细心去甲观察，有福的人多啊。啊，真正相信的人少啊，真正理解人佫较少啊，真正奉行的人啊，少之又少啊。咱若想要伫这一生当中真正离苦得乐、往生净土，你无做是袂用的啊。你无甲家己这毛病习气改掉。想要把这些毛病失去带去接入世界，那是不能去的啊。现在想要就像我们现在入境啊，你在飞机场里面都有人拿到这体温计来给你量体温，给你检查，接入世界也是这样啊。你身体不健康，没你去啊，你不能去啊。这就是啊，贪嗔痴慢疑啊，怨恨恼怒烦啊，拢嘛是你的病毒啊！你有这款病毒咧啊，逐工啊念佛啊也是袂当去啊。逐工念佛啊，爱逐工啊有佛啊，有佛的什么咧？把这烦恼习气拢总甲改过来，把这病毒拢都放下转去啊。所以。我在经论上跟人讲，往生一个条件，这条件是真的，绝对啊，不是假啊。你嘛听过真侪摆咯，但是你疏忽了。佛讲心静即佛土静啊，这句话重要啊。你看经题顶面跟人讲啊，这个往生的三个标准，最起码的。清净，搁较悬一点啊，平等。最悬的是觉，清净、平等、正觉呢，就是往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。最起码你都爱有清净心啊，清净心即病毒啊，拢总放下，顺境显然绝对无贪恋。也见恶言，绝对无嗔恚。都顺业善恶的经言呢，拢总会感恩呐、啊。无未感恩呢？这款的心态，你跟阿弥陀佛、跟极乐世界的人，拢是相应的，那会未生的道理呢？啊，咱心是往生，有把握无？家己认真反省一下，就明白了，唔免问人。别人跟你讲是假呀，唔是真呢？你一个反省，用开经典去对照，就明白讲，我是唔是有资格来去接触世界呢？所以你看这金刚杵。在金刚的境地啊，
好处烦恼。因讲是坚定的意思，未歹意思啊。这真是智慧啊。一定爱相信佛的话，天下的无迄啰会当啊改变的人，只要有一点仔善根，伊就会啊改变。善根一点仔都无，这叫做一千题啊，那就真麻烦咯。对迄种麻烦的人，还改啊正善根。来帮助伊，伊这心未当成就，伊的成就伫来生后世啊。你对经教那些，你就会看会出来，你相信清楚啊。我看下面。诸宝要莫怨，不持金刚杵念想，无有得成就。金刚杵者，菩提心意，令怀断想两边，克量道，拥有十六菩萨位，也表十六空位中道，两边各有五果。我和我第一呀，咱就看到这地。金刚杵嘛是比众内面最重要的表法的。这法物啦。我那像有一个是阿妈的，我要来对有一个碎碎的啊，一种送给我的金刚杵啊，也送我一个转轮的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看到这个金刚杵。就会想到金刚的智慧，伊是去天里啊，就亲像咱咧佛师佛同款呢。那为什么佛师佛像时时刻刻来提醒我？咱修净土，佛师是西方三圣，中那是阿弥陀佛，两边啊就是啊观世音菩萨啦、大势至菩萨。你每天看到。看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，是代表诸圣离体，代表无量的功德啊，一切拢无量，智慧无量，德能无量，上好无量，功德无量，慈悲无量，宏愿无量，各行拢无量。是表这意思，安怎落实呢？观音菩萨代表慈悲，落实的生活。这边呢是有艰难困苦的时阵，你一定都要用智慧来解决，要用大势至的智慧，大势至啊。代表解门，观世音菩萨代表行门，行解相应，这就成就了。看到观音，要有观音的慈悲；看到大势至，有大势至的智慧；看到阿弥陀佛，这就是我修行的目标。我最高的愿望，
爱用慈悲，爱用智慧，哇，这会达到这个最高峰。调换啦，所以金刚杵代表菩提心，菩提心是什么呢？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啊，咱起心动念，待人接物，有违背无？那讲到这十二无相应，咱菩提心无发出来啊！你家看麦，不持金刚杵念相，无有得成就，那是经白念啦。那我提一个金刚杵，我念经就好了，不是安尼啊！你啊，个是白念咯。啊！你真正用真实的智慧，精神困困，老老实实，哎，都是你真正持金刚杵咯，不再形象。诶，中阿大师早年的教我啊，佛法是重实质，不咧重形式，形式无重要。你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，你去念诵，都有感应，都会起作用。为什么？老寿文技术当作我老先生往生西方净土，这个功德咱家有啊。一边什么呢？边你手里提着金刚杵啊，你问呀，伊有提着，伊无提着，伊真正提着。为什么真诚心、智慧心、大慈悲心、菩提心啊，拢种拢相应啊？这个念诵啊，感动阿弥陀佛啦！动天地去鬼神啊！啊，中国古人讲啊，诚则灵啊！像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有经教，老师给我四字自行感通，他说台生经教难，太难了，那想要方法理性，无真实智慧，无真实德能，你用什么去帮助别人呢？老师古的咧，世间智慧，唔免讲别行，就讲这部四科全书，你会通未？你未通，世凡你未通，讲佛法这部大藏经，你会通未？我一世人嘛未用呢，嘛未通啊！老师甲我讲，个人有一个方法，感通要感应啊！用什么物件来感呢？用诚，诚对灵啊！诚是什么呢？心内无杂念。啊，一念不生是为生，无邪思，无杂念，
啊，就是清净心是行，平等心是行，觉心是智行，所以行顶面佫加一个智力啊，智行感通啊，智行到极处，就去感应，就通了，自然就通了。相会对佛菩萨感通，下面会对妖魔鬼怪感通。大乘内底无魔啊，小乘有魔。大乘啊，不干魔是因，不是理啊。干恶呢，魔就变佛，迄落呢，佛啊就变做魔了。啥人甲啥人袂家己啊，无在我啊，家己若袂咯，佛嘛是魔，我家己觉咯，魔嘛是佛啊。真正讲到究竟处啊，所以对于这金刚手里提着这金刚杵，伊的用意你就要知影，注重在精神，无注重形式。但是做法事的时阵，形式嘛有录音表法啦。那金刚杵呢？下破断雄两柄，断雄两柄是下剑，下剑呐。有人执着一切法无常，因为动物啦、有生了病死，植物啦有生住异灭，矿物啦有生住坏空，这个断见。常呢，永恒不变，因为一切法拢是永恒的啊。这个相见啊，相见跟断见，那拢是两边。啊，咱中国人一般讲偏见，伊应该无完啊，应该无尽啊。偏在两边啊，菩萨正地正见啊，救命要去中道啊。中呢有十六菩萨位，也表十六空啊位啊中道啊。十六空是佛教的名数，佛学大书店内底有，诸位会当去查看卖。第一个叫内空，第二个是外空，第三个呀都是内外空，第四个是空也空。空是唔通执着，执着你就会对起空来对咯，所以叫空空。第五是大空，第六叫性义空，第七啊是有为空，第八是无为空，第九是毕竟空，第十是无际空。第十一个是善空，第十二个是本性空，
第十三个是自性空，第十四个是一切法空，第十五个是无性空，第十六个是无性自性空。这是出于《大不济经》呢？这个冥想来对，伫即地咧，我都唔免一个一个来讲咯，一个一个讲，耽误真侪时间。注意啊，是当去参考《大不济经》啊，《大不济经》里面讲得非常详细。释迦牟尼佛22年，可能讲这些道理。欢迎讲的讲啊，中间一句话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我的用意在哪位啊？有人放下妄言，看破千万难，难过去执着。过去分别，哪个分别执着你错了，别人无错你错了。连起心动念都弄错了，为什么起心动念都没啊？不起心不动念都是大铁大恶啊！啊，连经对顶面的角角是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平等是不分别，不分别的平等啊。清净是不执着，不执着清净心现前。所以修行最高的境界，修行的这个初了呢，关键都是在这个五力啊。用心方法达到呢，无量无边的方法啦。所以佛经上。有84000方法，叫法门啊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啊。啊，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，方法太多了，目标就一个而已。啊，你会当恢复到你的清净心，而且清净平等觉是本有的啊。不是外面来啊，所以佛讲咯，一切众生本来都是佛，为什么你本来有啊？那就是，那就是佛啦。也有，现在变成无啦。为什么呢？迷失啊！你迷了自性啊！清净平等觉变作烦恼啊！清净变作见思烦恼，平等变作尘沙烦恼，觉变作啊无明烦恼，变质了，不是无滴啊，一滴变质啦。啊，人家佛学习啊，通过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咱伫个经教内面明白咯，原来是这款代志啊。啊，咱来回头啊，咱来恢复自性。啊，那恢复呢，我未够执着。清净恢复了，我未过分别了，平等恢复了，我未过起心动念，自性觉恢复了。你看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
辛辛苦苦煞发到下四十九年，一天无休困，逐天拢嘛伫咧讲啊，用心真正爱啊少啊，无讲我正一点仔善根的人较侪。善根种落去有好处啊，这个善根叫金光正子，清清细细袂灭去。什么时阵去现行呢？什么时阵你就讲我啊？你就恢复正常，清净平等觉是正常啊。你袂当唔知影，那是讲无恢复清净平等觉，哎，会记哩。咱伫无正常诶状态之中，啊，咱知影有佛有菩萨有佛法，但是咱甲伊诶距离非常遥远呐。啊，咱这是非常非常的幸运，是过去无量劫来，将来都唔捌有诶即款诶幸运。为什么呢？啊，连老干会即个即部经，以为一面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到处宣讲诶。用心就不惊啊，这个言是有啊，不别到了后三千年才出现啊，阿老基师来了，你的稀有呢，念做老技师主盖，有什么主盖？伊会集啊，会集一切经论来解释，会集诸佛菩萨、诸师大德，因啊对无量寿经的体会。因的心得报告，安尼个汇集起来啊，变作这个注解啊，已有啊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代志，这真正是难中之难啊。咱伫这一生当中拄到即款的缘分，你若无认识，你毋知影通去珍惜；你认识了后，你才知影珍惜，你才知影太可贵咯。偌济菩萨想要求即个缘分啊，拄袂着啊，咱是拄着咯。啊，咱读这部经，这个注解特别容易理解，确实会有几分的吸引，体会到。如果会当把这个机缘抓到，认真做，我真相信，一丝毫怀疑都无。我真听话，依教奉行。我会了解偌济做偌济，你甲即点啊做教时阵，看到即个经意思搁较侪了，那就搁较了解啊。所以解会当帮助你行，行会当帮助你解，解行相应啊。
解，就是张家大师所讲的看破；行，就是张家大师所讲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，看破又帮助你放下。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，对初发心到如来地，难改变。你就成功咯。啊，这个金刚土的表法真重要。啊，金刚土啊，这个有啊五果，两边各五果，代表五佛、五地义啊。五佛，这嘛是名数，有金刚啊，有太宗盖就五佛。太宗是什么意思的？是比如那母有心，不多来有胎离啊，胎离虽然真衰，伊藏伫内底，所以这胎有含藏的意思，有温福的意思。含藏什么呢？故叫一切功德，本自具足。你看囡仔，外面的五官，眼耳鼻舌身，内面的五脏六腑，一项都无欠。伊伫个老母胞胎内底，伊就伫遐慢慢长成，拢种具足啊。就像慧能大师开悟的时阵所讲的，福气自性。本自具足，这太内面啊，本自具足啊。宗呢，宗是啊，温和的意思。虽然本自具足，伊现在无现前啦，伊也无出世啊。这是像以后一寡烦恼围着。伊袂当现前啦，就比如什么呢？能确确实实啦，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就佛讲的啊，你是众生本来是佛，一点啊拢未假啊，但是佛的智慧咱无啊，变做烦恼。佛的德能呢，变做咱的习气啊。啊，或者上好呢，啊，都变作咱的六道轮回啊，什么烦恼啊，烦恼个伊啊变质咯，所以自性内面啊，真正智慧的相会当现前啦、啊。用这个比如叫做胎中。胎中界内面啊有五佛，这些密宗所讲的，还有金刚界啊，也有啊五佛啦，五地如来啊，金刚界是什么意思？头前咱有学过，金刚啊是比如智慧。金刚八字波罗蜜经，金刚是坚固不坏会变的意思，真实智慧，这是佛对正的智慧啊，也就是说咱
江西当中常常在讲的阿赖耶的四分来对净住净分，这分呢是自性内面本具的不坐智慧啊，伊会证明阿赖耶。像那灵性阿赖耶，伊灵性，伊怎样？所以有坚固不变，有转烦恼的德用，会转烦恼成菩提啊！啊，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阵啊，最后一句话：好机自性，人生万法。由此知影，因公是比如佛对经的这种智慧，会当啊转法色啊成数地，这是啊，还有一种金公比较浅显的一点啊，这意思，这意思非常重要。你若唔知影，你会或者名词啊去迷惑，唔知伊个含义啊。下面就甲咱讲五地如来，这是金刚界五地所成的五如来，五种智慧成就的。第一个大日如来，大日是比如太阳啊，在咱这地球上，所以一切众生未当离开太阳，无太阳，地球就未当生存，一切生物拢未当生存啊。所以，大日如来。要法界体性地所成，就是诸性本无的圆满智慧。第二呢，阿耨如来，阿耨是梵语，意思就是不动。第二个意思是母亲，你看亲妃是对阿弥陀佛的因啊，伊也代表母亲妃，母亲妃也是讲无五慢，五慢啊，都是亲妃内面的一分啊，代表母亲，母亲如如不动啊。这代表台湾经地啊，台湾经地所成就的就是阿耨如来。第三，无生如来是平等性地所成，无是什么呢？在不在不啊，财物有两种，一种是自性内底有功德发财，另外一种就是咱一般讲的七宝，金银玛瑙琉璃啊，这物件，这是啊，一切众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未能离开的。报生如来，你该想看卖平等性地，有时知影人想发财，想要得到财富，对于倒位来得呢？平等心，
的真因啊。得无量功德发财啊，功德发财得到咯，这个世间财物也就随着会得到。第四，无量寿如来。无量寿如来是妙观察地所行，也都是清净平等觉。第五是啊，不空性寿如来，这都是慧能大师所讲人生万法啦，是行所作地所行的呀。后面有一段菩提心轮法，当方阿错佛因行台湾经地，一面金刚地啊，这是讲五方佛，南方普胜佛有成平等圣地，互相成就。地成佛啦，佛嘛成地，亦能灌顶地呀。南方普胜，西方阿弥陀佛。由生妙观察地，一名莲花地，一名转法轮地啊。真正转法轮是度众生啊，诸佛如来度众生是阿弥陀第一。无比阿弥陀佛骨卡显卡，所以阿弥陀佛和一切诸佛尊称为公中极尊、佛中之王。北方不空成就佛，由生生所作地，一名金摩地啊，金摩是作法。作法来对最重要就是那乞丐。就规矩啊，本来甲咱做者示范，中阿是比罗迦那佛，由生法界地啊，这都是大日如来所成就的法界体性地所成啊，这代表比罗迦那。所以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，被总称为大日如来，显教成为毗卢遮那佛，是一不是二。后前啊，叫咱去参见五帝，五帝咱伫即地啊，简单个列出来咯，民俗在佛学大书店内面呢。言教专不舍而成就四谛，以立为究竟之不心如来。佛如三心，法心，法心是理体，就是大日甲毗卢遮那所表。天教内面全不是生死地，立为究竟之不心，比较无处加地高色所转之法界体性地，立为五地呀。以为金刚界
以发心之代理如来。这个内面讲到第九识，只有八识，哪有第九识呢？九识呢所指的就是讲是这个阿赖耶无量尽两分啊。阿赖耶虽然是迷，但是是自性是觉，所以啊，伊有觉不觉这两个意思。清觉的迄分，就甲称作是第九识。第九识嘛，叫做即下面有啊，含摩罗识啊。咱来看即个下面，即是金刚界啊，金刚界第发心之大力如来，第一个发界体性地。是转阿摩罗色所定，阿摩罗就是第九色，阿摩罗是梵语，意思呢就是真如真心。第八色内面呢清净的一分，第八色有染净两分啊。通常讲第八色是专攻念的一分啊，就是迷这个妄心，而清净的这分呢，就是真心啊。所以伊的体是真心，伊的相啊是妄心。就那像咱的人，人的身体，今日日头光的下面啊，都有一个影。那身体甲这影，拢叫做第八识。身体是影的这本体，还是清净的？因为影是迷惑的。他说的就是第八识啊，念的那分呢，就是那影，讲的这分就是身体，那你大概就听有了。也是伊不是你，离开身体就无影，所以迷的时阵呢，真心就发现了，变一个妄心，这个妄心叫做阿赖耶，叫做第八识。法界有差别之一，诸法差别，依所各有定沙，是为法界啊。法是一个总代名词，有着之间万事万物，用一字来做代表，这叫法。所以讲，法界就是指整个宇宙一切万法的全体啊，一个都未漏，这叫做法界。法界体性即六代啊，六代是甚么呢？通常咱讲四代啊，四代大家拢知影，地水火风。四大，讲五大呢，佮加一个空，地水火风空，佮加一个呢，六大就色，佮加一个色。人人经常讲七大，七大加一个见，地水火风空见色，讲七大，这个所在讲。法界呀、啊，体性这六大，这什么呢？整个法界体呀、啊，法界对到来，万事万物，现在科学家研究，是一个物件变现出来。所以金刚经讲一合相。一，哦，现代科学家用分析方法，啊，这个一切法太大了，出一部分，这部分过出一部分，出到上界水，现在变成量子，
佛法里面讲迷尽啊，即迷即迷，即随即个物质，无论是一切法的，拢总拢嘛是组合的，离开一切法就无了。这个小小的物件，就是讲这个物质的基础。伊也是变化界虚空界基础啊，变化界虚空界根本啊。在佛法里面，佮称作是极微之微。上界水物质现象，伊来对古鸟六大，地水气风空色啊，这六大拢总拢古鸟，地水气风是物质啊，色是精神，就是地水气风空色。换一句话讲，精神跟物质是一体，是袂当分开的。有物质肯定有精神现象。这件代志伫最近这十几年，日本冈本胜博士做水实验证明了，水是物质。有受伤形式，呀，咱啊对伊啊啊动一个爱心欢喜，伊感受着，伊有受；啊，那退啊，伊冇受，伊有反应互咱看。所以啊，证明讲有受伤形式啊，受伤形式是精神啊，精神甲物质啊融合做伙咧。永远袂当分呢，所以咱今仔日讲啊，唯心唯物拢讲错了，讲偏了。那像一个物件，你只看到伊的一面，也亲像咱这个地背卦，你看到这面透出来，啊，这面哪会落去的？有人看到这面哪会落去的？有人看到那面凸出来，这两个就要相打了。以前两个人都没看错啊，只看到一面，你看到完整的，哇，原来是这款代志哦，不是两项代志啊。所以物质跟精神是一啦，不是二。所以国内科学家就发现了。上出名的这个普隆克，伊专门研究物质，物质到什么呢？我就发现了，原来物质是假，是意念累积变成的幻想。啊，为什么啊？像有一个固体、有液体、有气体呢？伊讲啊，那是振动的频率无同啊。频率慢呢，变做固体；频率较紧呢，就变做液体；过较紧就变做气体；比气体过较紧呢，就变做电流咯，变做电阻，变做光咯。拢总拢嘛是振动，速度拢非常紧。频率啊，无同，振动紧慢无同，产生这个宇宙的现象。大日啊，自此六大法界之三昧，三昧是定功啊，也心定在这顶面。名为法界体性地啊，诸方便究竟之定。
无究竟方便啦、啊，都袂当啊，有天地万法啦，天地万法是一种法界体性地内底变现出来啊。佛法讲啊真好，心外无法啊，法外无心啊。这心是法的体，呀，法呢是心的相，是心的作用。华严经上讲的三大：体大、相大、用大。三大是一。一二三，三二一，袂当分卦呀。讲一个体上用啊，伫体内底；讲一个上，体用伫上内底；讲一个用，体上伫用的内底。永远都袂当分卦，伊啊是体啊。所以普龙克讲咯。所有物质的基础是意念，这个发现非常的了不起啊。跟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所讲的啊，证明了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。这个发现的利益是什么呢？帮助咱解决真正多的问题。今仔日地球上这个灾变，灾变这么多。要安怎会当甲地球恢复正常？这个、理论会当啊解决？用什么方法呢？用意念。啊，美国科学家怎样？布莱丁，你看去年八月第七年开会时阵。他们在讨论这几位科学家是世界上出名的，要按怎来应付每年2012马上在我们的五年呢？美国的布莱丁一说，如果全世界的人在这个时阵拢会当啊，去学用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这问题就解决咯。那地球无灾难，也会甲地球带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啊！这位讲啊有道理啊，甲佛经上讲完的同款的啊。理论是甚么呢？意念会改变物质啊！日本冈本胜博士也做过一个非常出名的实验，就是讲日本的鸡尾蚵。鸡尾蚵有一个海湾，这个海湾是死水，就是水未流通。20多年，这个海湾。气味真歹闻，真垃圾，真乱。伊去找350个人，请一位老法师90多岁，带一批人伫湖边来做一小时，用大家集体意识来祈祷。所有参加的人伫这小时。把什么念头都拢放下，拢茫想，我家己的心一心一心一意就想这个问题，湖水清气咯，我爱你啊！你看这有一句话，湖水清气咯，我爱你。那350个人，同一个念头，50念，伊都在一小时啊。三天了后，湖水真正清气了，
气味无去咯。啊，这个、当中当时造成真正大诶震动啊！日本诶媒体拢嘛有报道，竟然啊，这个境界咧延续了六个月啊！一摆祈祷啊，好在清洁了六个月啊。冈本博士啊，伊甲我讲，我甲伊讲，我讲你最好两个月去迄个去祈祷一摆，迄、那个污水就是永远清洁咯。但是这祈祷，咱知影治标未治本啊。治本是什么呢？这个地区的居民。气恶用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因咧地区的污水永远清气。这治本啊，所以什么款的灾难时阵，你明白这道理，拢会通化解。怎样讲灾难是安怎形成？我用什么方法才会把灾难化解？足妙的啊！所以确实这是啊，法界提性地啊，诸方便救经地。第二大用经地是转阿赖耶识所得，转阿赖耶就是显现出了台湾经地，显现法界之万象，如台湾境之地啊。台湾境什么呢？就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你无一项未清楚，无一项未明了。化界内对所有一切众生，以现前的状况了如指掌。像咱人起心动念，一个微弱的念头，家己都唔知影啊。正着台湾境地的人已知影，这什么人呢？发心菩萨啦，像咱中国佛教里面讲的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转了。见性的人，无一个不知影，为什么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？慧能大师讲啊，不起自性，人性满法啦。哎，我未记哩，还是讲搞了。啊，咱今日就学到这地哈，台湾经地啊，咱伫下一堂课，再个讲，可能啊，我拢未记个时间啦，啊，今日就讲到这地。